有2分钟了啊。谢谢炼天魔尊。他不会要往里抠吧？不抠的话，我可要上了。点我，点我猴屁股。算了，不闪了。点盐，点盐没给上啊！哈喽，一只迷，几个人啊？WEAQ 接平 A 车没吃着，有点烦躁，回家了，兵线往出推。感谢一个人独角兽欧洲小卡车。艾克好像已经崩了，俺们家蜘蛛四级了。刚才这杰斯回头其实没毛病，让他往前面锤，我们吃个药卡他位，对，往塔里边，往塔里边一。再控一波线，我们有双 buff， 还有药，还可以吸血。没有多少血了呀。看能不能升个六级，再转你也得死，套个点盐接平 A， 接平 A。我都没想到能来俩，我心就一个杰斯，正好我们升一手六，把他一杀，还给我来个买一赠一，真不错。
去厕所回城。不过这人三级还敢干咳，也挺厉害。一般玩成三级还敢干咳的人没有多少。你不赶紧去刷野去，我们家蜘蛛干咳的都没他干咳的多。他四级，我们七级，禁波草丛现在耗血跟他耗是随便耗的。这不太敢出来呀，这也没有眼儿啊，关键是这里没有眼儿，他只是不敢出来而已。冲什么？你别着急，那蓝 buff 我跟你去打的。这波艾克来，杰斯来，潘森来，三人全死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打呀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个位置他给放眼了。你去吧，我不去了。我们回上路。敲我，他把敲用了，下边杀他。杰斯那个 E 技能吸地很长的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上，等一会儿，等点炎消失了的，他可能要闪回塔下。不闪就正常杀，闪回塔下我们就 E 技能先别交。哎，他怎么活得这么快？一下就活了。我不杀了，回家出三项去。我先不来皮孩了。每回我出的水银孩吧，那中路跟上路全是 AD 的。但下路跟打野是 AP 的，真是挺烦人。啊，你要红啊，小伙子，我不配拿你个红吗？我六杠零不配拿你个红，你那野区艾克谁帮你杀的？天，
300滴血，我估计应该能扛到下一波兵过来。这么细啊，细节一点，让他没有办法有装备，我们就会狠一点，稍微细一点。哎呦啊，清线清的有点快，打个蛤蟆，谢谢你的加农炮。打个三郎吧，打完三郎再打个蓝，他们家打野怎么没了呢？打完蓝再打个血，打完血我们打个峡谷先锋吧。打完峡谷先锋，我们还有蓝。中路我不拆了，我把上路拆了得了，再把我就单带吧。我再打个小金儿。打完小金儿，我们再打个石头营。回上路，跳弹就不打了，一会儿万一我这自断后路了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把峡谷放了，我为什么在塔下待着？差一点点，塔下伤害有点高啊。我早点闪好了，我闪慢了，我再闪的快点，这卡莎应该死了。我没给他转起来，我要给他转起来，他应该是死了。收集者来一个，这把九头蛇不出了。哎，我为什么不出个血色之印呢？如果我这样玩的话，别没用，怎么没用？吸血呀！
既然我都决定单带了，为什么不来个血色之刃呢？真是。这波直接上高地，小龙马上刷，把这边高地下了一条小龙，换个高地，我觉得好像他们家不是很赚。哎呦我！你个十级亮八级的，把龙给抢了。潘森乱配级了。对了，走吧，没几个人，没事，我喝口水。他撑死他能来几个？你说？我去下路带去了，上路都带掉了，这波去下路带。哎呦，发财了！上当了！下路你们要带呀？你们带你不带吧，我就带中呢。哟，来给我打大龙塞纳。刮痧，他打我也刮痧，我们互相刮，那早晚能给他刮死。出点单带装备这把，我看对面也不是很想跟我打，我们就是慢慢带。他们去对中，我就对下。嗯，这把拿下。现在是25-23，我天哪，这还劣势局呢！哎，你们中吧。
五秒钟一个塔，也不用五秒，三秒吧，咱不守就三秒。快跑，这人是有点多呀，我先闪一手。就把小龙打了，现在外面的东西全是我们家的。哟，这潘森是他们家的呀，我寻俺们家的呢。卢仙剑宗可以。潘森何时变得这么狠？赶紧吸点血，吸完血把上路拆了，再见。破败我就不出了，我再出破败我这攻速都一出了。嗯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敢穿到我的脸上来，万没想到。这有眼儿吗？太惨了，我要写个惨字。哎呀，就拆个下，最后一路了，把这最后一路一推就完事儿了。他们家虽然是30-27，但是8座塔的差距，我们家推了对面9座塔，他们家只推了1座塔。来，你点。快跑。哦，哎，俺俩把这卡杀杀了。这波先杀火蓝嘛，把塔一拔。堵着他们点儿，别让他回家。干哈呢？这是有人允许你在这里狂妄吗？